走，带你吃饭去。嗯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鸡排了。鸡排也太油了吧，看着就腻。给你吃吧。大图，嗯，我刚刚已经吃过一块了，这个还是你吃吧，你不用这么照顾。真的不用，我是真的觉得它腻。再说了，你的筷子都已经夹过了，上面都是你的口水，我可不想吃你的口水。你夹过来的时候还沾了你的口水。我刚才可一口都没吃呢，保证是干净的，快吃。吃就吃。嗯，抓二颗。嗯，谢谢，这个。你们是不是上错菜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都是我点的。好，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大图，嗯，你怎么点这么多菜啊？这些都够五个人吃了，咱们俩吃得完吗？当然吃得完啊，我最近训练强度那么大，这些菜吃完不分分钟的事吗？快吃吧。哎，等等，夹菜呢，请用公筷。不然这些菜里面都沾了你的口水，我可吃不下。来，你这是报复？嗯，别闹了，就不让你吃。啊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别动，过来一点。擦干净了。嗯。哎，那我一会儿就用这双公筷吃吧。你还真的用公筷啊？我逗你玩的。来，给你吃。好。好吃就多吃一点。谢谢。你不是说你训练强度大，这些你都能吃完吗？还剩这么多呢，浪费。我看你挺喜欢吃这些菜的，要不全部打包给你吧。嗯、服务员，这里三个打包盒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谢谢大图，请我吃大餐。好了，我今天就送你到这儿吧。我一会儿就去趟篮球馆，自己回去吧。那你一会儿要早点回去休息啊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走吧，回去吧。嗯，拜拜。